大家好，我是李丽越南姑娘。今天呢，我现在就在一个公园，在附近的公园比较近，带着小狗出来玩一下。这是我的小狗。我们现在出门不用戴口罩了。偶尔也会有人戴，那就来人多的地方你就戴一下口罩，一般在人少这么少的一个地方呢没有必要了。十来天了，我们这边没有发现新的那个病情，所以基本也没啥问题的。那现在有的话一般都是从国外回来的。我们现在是越南5点左右，对，现在下午5点左右。现在是越南时间下午的5点，我在那个一个附近的公园给你们看一下。现在慢慢就有人来这边锻炼了，运动了，大部分还是老人，因为年轻人现在还没下班。这个公园在我住的地方附近。还少，一会儿人越来越多，这里晚上人会多一点。今天有空，所以带我的小狗出来走一走。它现在跑了好远，一会儿它就回来。现在我们这边也出门，也很多人不用戴口罩了。我一般现在人这么少，我就不用戴口罩，我们正常的就回来正常的生活了。其他的行业都开工了，复工了，但是只有旅游行业还是那么，可能还要停留几个月呢。人多了一点，主要还是小孩过来玩。现在这个公园已经有很多人了，很多人带小孩来放这个风筝。
我的小狗它还是跟着别人走。在这边会有很多人，他们做生意，他们买这种电瓶车，让小孩自己开车那种回来，然后就放在这里，就大概有3万越南盾15分钟。下午过来这里很凉爽，很舒服。在越南是慢节奏慢生活，尤其如果是你在胡志明市那边的生活会有压力一点，因为那边的现在是越南最发展的一个城市，所以人也特别多。但是我是在香港，那么香港还是蛮好的，生活压力不是很大。我们是一般工作再到下午5点下班回来，很多人就在外面吃点东西，然后再买东西回家自己做饭这样的。有时候有空他们还这么就这样的陪孩子出来公园走一走，还是蛮好的。目前我们都觉得这个这样的生活过得舒服一点，虽然我们还没有其他国家那么发达，但是老百姓还是觉得可以，对他们愿意过这样的日子。公园附近就是有一个练习高尔夫球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湖，很大的湖。来看一下，我看现在有几个人在钓鱼。那边也是公园一部分，然后公园里面就是这个湖。这个就是椰子树。从我住的地方走路到这边有10到15分钟左右。